见过各种时装周的时装秀、红毯秀、维密秀，可你见过宠物狗们的时装秀吗？当地时间1月23日，一群狗狗们身着华丽的礼服，在模特们的带领下，在香港举行了一场独特的时装表演。狗狗们有的身着紫金双色战衣，有的身着水晶丝绒外套，有的披着皇室琥珀的礼服，有的身着火红舞衣的伞裙。这个独特秀场的设计师陈浩然告诉记者，这些礼服全部都是手工打造，并根据狗狗们的三围量身定制的。全部是 手工做的，所以跟我的团队一起手工做，可能一些衣服大概要6-7个小时来做出来。一套，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手工一个一个钉出来的，一些珠啊，一些啊水晶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一个的缝出来。当天的秀场还展出了超过70套各种各样的狗狗礼服，包括项链、帽子、鞋子等配饰，有的华美贵气，有的优雅时尚。陈浩然还邀请了危地马拉首位高级定制宠物时尚设计师担纲部分礼服的设计制作。这些充满了中美洲玛雅文化风格的礼服受到了很多爱狗人士的好评。陈浩然称，2018年是戊戌狗年，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举行这样的展览，除了能唤起大家对狗狗们的爱护之心，也希望借此为到场的观众们讨个旺旺的好彩头。这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1日。